家好，我是布琳达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其实是礼拜四，不是礼拜五。那因为有时候周末两天的视频素材可能会不太够，我又想把我的日常的视频的长度，因为每周只有一次嘛，所以我就希望它每次不要太短，所以这个礼拜就提前一天开始记录。以后也有可能会把 weekend vlog 改成就是 weekly vlog 这样的形式，就是平常周一到周五也会加进来，然后变成一个稍微丰富一点的 vlog， 这样以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这两天的素材可能会不够，所以可能从下周开始就会变成一个 weekly vlog 的形式。今天是礼拜四，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，我们刚刚去了一趟超市回来。上周的时候不是玩到一个游戏叫做 Overcook 嘛，然后当时买的是 Overcook 2，玩了一下觉得特别好玩，所以某些人他又去买了第一个版本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第二部我们已经基本上快打通关了，这几天每天晚上都在玩，然后挺好玩的，尤其是三四个人一起玩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今天准备把这个一也打开。多少钱啊？29。那么便宜，已经拆开了，长这个样子。你这个也没什么好开箱的，一打开一张碟就没了。咋给掉出来？哦，哇，一张碟。是所有的游戏都长这样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一张纸和一张碟。好了，开箱完了。好了，给你，还给你。刚刚去超市了，然后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这个叫做越南柚子。一般在新加坡买到的都是马来西亚的柚子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将近一个月了，一直都在超市找不到马来西亚的柚子，不知道是停产了还是断货了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买不到。然后最近开始出现了这种小柚子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准备尝一尝。哇塞，只有这么一点点大，像个橘子一样。不好吃，又干，没有什么水分，又不甜，倒是不酸了。我的妈呀，现在是晚上凌晨12点多，我们家的室友朋友在吃烤鸡翅。室友穿着睡衣不肯入镜，就给你们看看他的鸡翅吧。妈呀，好香。都在家，现在是周五了，晚上大概6点多。今天我们不准备出去吃饭，准备就在家里随便做一点东西吃，还是打包一点就是简单的饭菜吃。今天天哥晚上加班，可能回来的比较晚一点。刚刚天哥跟我发微信说他刚刚才出门，就刚刚才从办公室出来，然后现在已经7点了，然后他还要去一个别的地方才能回来，因为他今天又跟别人约了买了个游戏，然后要去交易，就是要去跟那个人见面，所以要先去一趟。现在都已经7点了，我估计他回来的时候都得快9点了吧。怎么还不回来？Hello. 你终于回来回来啦。嗯，看看现在都几点了。8点，给你做的晚饭都凉了，你才回来。做了一个拍黄瓜、蒜蓉粉丝金针菇，然后我还放了一点娃娃菜、鲜虾馄饨。哦，吃饭吃饭。那大家早，今天是周六，今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来家里玩，然后我们准备一起包饺子吃，然后现在我们到菜市场去买点菜，买点肉馅啊、菜啊什么的，准备一会儿包饺子用。这是肉馅吧？要买多少？天哪，你买这么多肉？葱，买个葱。买什么面粉啊？ Plain flour 吗？对，这个好大一包，就买这个吧。这个够不够啊？一包够了。够了吗？就包这些呗。哟，你可以摸它的爪子吗？它不开心啊。好可爱哦。嗯，啥呀？你把那边的你搞什么？我就在里面不出来了，这样你帮我负责控制一下。哇，我们可以放地上吧，就放地上吧。桌子应该只能放。这个杯子要小心一点。我们又点了上次那个超好吃的，鳗鱼披萨，这个超好吃，这个。这样吧。哦。
哇，这肯定不够我们吃啊。这个鳗鱼披萨真的是巨好吃，今天新点了一个 pepperoni， 不知道怎么样。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 sesame bread， 这个也很好吃。这 onion ring 只有面粉的味道，这怎么还有糖？哦，上面还有糖，哇，黏糊糊的。他上一期董卿不是说他有一个喜欢的人决定要告白吗？就是秋晨。我不要网上八卦这种吗？我觉得全场都知道。水确实要一小勺的，你把那个倒到那个没有和到的地方，就得用手弄吧，你得用筷子搅成絮才可以。咦，这行不行？可以上手了。哎，这手法还不错。哦，我觉得够哎，这个水。是啊，它是够的。哇，你的肌肉都爆起来了。还有肌肉吗？嗯，就是隐藏在肥肉下面的那一点点肌肉。你好像个大妈。李太太，李太太还戴个老花镜是不是？你是上了那个什么新东方啊？挤白菜神功要挤到这么干吗？它还会继续出水，也不用太干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还行。哦，好多，要三大勺生抽，还可以再往里加，加多了可就没救了。还可以再来一点，看今天这个架势会成功哎。可以了，翻上了。这是花椒，花椒粉吗？嗯。居然要花椒，好可怕！哎呦，好吓人！少放一点吧，花椒。手别抖。差点一整袋就下去了。一下就变成四川饺子。出来是辣的。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制止白菜乱飞的？没有，难道每次做饺子都是这么的混乱场面？切过白菜，好像白菜爆炸了一样，这里。天哪，白菜爆炸现场！我来。转到这个盆里面吗？感觉不行，放不下啊、哦。放不下。要不要放那个大盆子里？哇，这白菜好多。哇，加了白菜挺难搅的吧？要搅上劲。我们五个人得轮流来搅它。哎，这个人在这是干嘛呢？我这么安静在这吃，你被发现了吗？是，被发现了。刚刚搓面团跟鲜菜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。还要补充。你怎么把它搞成这样了呢？不知道哎。不是应该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对啊。是啊。但是。哎呦，你这真是真的是。行，我真的很软，软绵绵的。哦。哇，厉害！我跟我奶奶学的。你看，你是拉过面的人。对，就拉长一点就可以了。哇哦！厉害！嗯，这个地方。你一会儿你不粘，一会儿沾水吧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我就哇，专业了。看看这个要怎么包哈？哎，暂停，这样。好可爱的哦，这一层一层的、啊、鱼饺子好漂亮啊！哇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这不科学！天哪，太失败了这个。一坨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跟他包的那个不一样呢？买家秀跟卖家秀。还挺可爱的呀。好大。看看，哎呦妈呀，天哥，你包的这是啥呀？哎呦！我的天，独角兽！算了，你就擀皮吧。哇，自己手工包的饺子就是不一样，好棒啊！看起来，嘿嘿嘿。哇哦，这个是我刚刚包的那个，这是我包的那个买家秀。
群里面有个 option 说什么芹菜饺子白菜、哦Cheer 庆祝长成功，好吧。哎呦，你怎么喝啤酒了？没有。我们现在出来这个地方散散步，这叫什么地方啊，天哥？这叫 Southern Ridges， 南部山脊公园。对。我们现在就刚刚才到，然后准备来散散步。夜间徒步打灯的小伙伴，短发朋友又来了。是，好，我还挺想去的，要不我们找个什么，挑个什么日子去一下？走吧，那个是我的原则。你想跳吗？我想了，我没跳过呢。我们到啦，这是 Henderson Wave 那个桥，还挺漂亮的，这个地方。那个月亮，看那个月亮，哇，好漂亮！哇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哇，天哪！假的月亮了，我拍到了，可以了。哇，那里还有云。对。哇，好大的月亮！今天是几号啊？十点。哇，好好看！哎呀，马上就要过去了。中间这个圆。手动加快。哦，真的是在往上升耶，快了。这么快吗？我还以为是云在动呢。你看一路拍过来，就你的脸最大。我们现在到了 Vivo 的 Giant 那个超市，我想来买一个那个吐司机，只要9.99一个，我准备买一个，然后就随便用用，之后如果搬家的话就可以丢掉了。这看起来好简陋啊，就是它，9.99。只要9.99，你要拍这个架子看。就这个只要9.99。哈哈哈，我们家终于有吐司炉了，9.99的吐司炉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到时候搬家的时候就可以买新的，是不是？好轻啊，塑料感好重啊，没关系，能用就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到了老机场路的一个食阁，准备来吃午饭。我点了一个炒粿条，这看起来好好吃，还有香肠。天哥点的是什么？肉搓面。这还有馄饨呢，馄饨汤。对。现在把天哥一个人丢在家里，然后自己出来吃火锅了。因为约了一个朋友一起吃饭，所以就现在出门。他走了好久了，他出门比我还早了。他去买东西是吗？对。然后我又关心他。什么鬼？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，我还去看，然后还跟他讨论呢。嗨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哼，躲开。什么？不就是没带你吃火锅吗？我还饿着呢。哦。修好了，哦耶！我们家那个洗衣机的插座坏了，然后今天白天我们室友的衣服在洗衣机里泡了一整天，所有衣服都在洗衣机里。然后后来下午去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插座，就弄好了。然后现在是晚上9点多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我们昨天在那个市场里面买了那个菠萝蜜，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又甜甜的，又去买了一个，但这个看起来没有昨天那个好吃，你尝尝嘞，好吃吗？不好吃啊 ？Oops， 脸上纸一样。我的脸上好像有一点蓝光，看我的牙齿就特别明显。让我把电视机先关了。好，这个星期的周末就过完了，
昨天也就是周六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天，就基本上也整天都是跟朋友一起过的，包了饺子，在家玩游戏吃东西，吃了自己包的饺子，看了电视，晚上还出去散步，就觉得昨天一天过得超级充实，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昨天包出来的饺子也蛮好吃的，所以昨天真的是超成功的一个周末。那今天就比较放松一点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，然后就是一个休闲的状态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感觉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子的，可能会有一天比较的充实，然后另外一天呢就会就是在家里休闲的比较多一点。我觉得周末这样过其实还挺平衡的，我还挺喜欢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你们还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或者关注我，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现在我已经洗完澡了，今天晚上最后再做一下睡前娱乐，打个游戏，打到困了我们就睡觉好不好？好啊。晚安大家，睡个好觉。